我先跟大家讲，一字领不一字领取决于你后面的绳子，有没有看到绳子？你要不要一字领，你就把绳子拉紧一点；要一字领，就把它放松一点。好，我呢当然是选择一字领。先跟大家说，这一件是丝滑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直接落地的料子，不会粘在大腿上的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凉。而且呢，我觉得它的优势是长度，第一个呢直接比例超好之外呢，它的长度150公分不用改，160公分恰到好处，170公分是比较利落，比较短一点点，但是都很好看。然后它整件就是这样凉到不行，不会贴腿。好，再来呢，胸前的荷叶做得非常漂亮，中间缩腰的部分拉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肚子、臀围、腰围大概可以到的 range， 我觉得蛮大的。这个紫色呢，优雅紫，它是有点雾紫色。雾雾的紫色，灰灰的紫色，穿起来超级显白典雅。